今日嘅信息咧就係建立與主係點樣？彼此相愛嘅關係，能夠咧同主彼此相愛。嗱，好多人覺得耶穌好遠嘅，但其實耶穌好近啊！即係佢哋嘅經歷都係耶穌好近，好快祝福我哋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深信耶穌好近。咁有啲人話點解有啲人祈禱好似咁難得到神嘅祝福咧？其實係在乎我哋係咪深信神嘅愛。 同埋用心靈誠實整個靈魂去愛神啊！嗱，呢個就係個鎖匙。咁你哋嘅傳道咧，都佢睇到我影片咧，同我溝通，佢都好想我能夠唔止一次嚟嘅，即係我都會繼續嚟咧，係想幫到大家能夠做到，就係深信神愛我哋。如果第一個基礎，因為如果我哋唔覺得神愛我哋咧，我哋就會冇信心，即係祈禱就係神啊，你幾時嚟幫我啊？或者喺度祈禱嗰時啊，都唔知神會唔會做嘢，但係我成日都深信神真係會做嘢。其實我哋祈禱好多人經歷過，你上網揾 YouTube 葉牧師咧，你會見到好多影片，有好多教導咧，好多訓練咧，亦都好多人經歷神，就係神係好真實。咁嘅時候咧，你哋傳福音就唔係咁難噶啦。 傳福音咧，你一方面話俾佢聽，耶穌幾好，另一方面你為佢祈禱，佢可以經歷神。咁呢啲我哋慢慢先去訓練啊。咁但係咧就話俾大家知道，神真係好錫我哋，所以我哋識得用個心靈去愛神咧，我哋就容易被神改變啦。咁第一個要點咧就係人人都需要愛，個個都需要愛嘅係咪啊？你需唔需要愛啊？個個都需要愛嘅係咪？小朋友需要愛啦，即係我呢度控制得㗎。 人都需要愛嘅，如果冇愛咧，就係個loner，即係一個孤單嘅人啊！嗱，呢個世界好缺乏愛，其實好多人都係喺律法主義之下成長。咩叫律法主義咧？就係你乖有人錫你，你做得好有人錫你，你考試考得好啊，老師中意你，但係你做得唔好冇人錫你。嗱，呢個就係你要做到乜嘢嗱。咁應該信耶穌就係恩典啦，但係好多時人都話：哎呀，我祈禱唔夠啊，我又犯罪啊！ 我又做得唔好啊！其實就變咗用律法控訴自己啊！嗱，你大家諗下，你有冇喺度話：哎呀，我都係好多人啊，我好虧欠神啊，我又唔愛神啊，我咧又祈禱唔夠啊，就覺得自己唔及啊！嗱，其實好多人真係，我的而且確唔及神嘅標準喎。咁你話既然唔及標準點樣樣咧？就神就其實咧係令到我哋容易點樣容易咧？ 当我哋犯罪，我哋一悔改咧，天堂都为我哋欢喜喎，系咪啊？然后我哋亲近神，神就欢喜嘅。圣经讲到咧，神咧细番雅书3章17节咧，神因我哋欢欣喜乐，默然爱我哋，且因我哋喜乐而欢呼，神系好欢喜嘅。当我哋亲近佢咧，佢一定亲近我，佢系好开心嘅。所以我哋亲近神嘅时候，我哋真系深信佢好锡我哋，好爱我哋咧，我哋就容易得力啊！ 咁嘅時候，你任何時間，主耶穌，我需要你，神就歡喜啦。同埋有冇時間咧？耶穌譬如話，係咪話你帶咗一個人信耶穌，你先不能不得上次咧？耶穌話乜嘢咧？無論何人，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人不能不得上次。一杯涼水你做唔做到啊？做到喎、哦。一杯涼水就不能不得上次，係咪好容易啊？嗱，咁有啲人話仲有好多未做喎、哦。 你好多未做，你唔好睇嗰啲。你做到幾多，神就歡喜噶。總之你嘅心係正嘅，向住神，神啊，我要聽你嘅話，我要愛神，我要服侍你，神就好歡喜噶啦。你唔好計較好多未做。嗱，人啊，有時就咁話，人就有時咧就話，你有好多未做啊，譬如你考試，以前唔合格嘅，而家合格咗啦，可能有人話乜淨係合格㗎，應該70分80分啊，即係有時人會咁樣樣喎，淨係睇到我哋未做嗰啲嘢，但係神唔係嘅。 神就話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上次，你任何做嘅神都歡喜，咁唔係代表我哋停喺一杯涼水，而係我哋更加服侍主。我自己係全心全意俾神用，但我想講一點就係神係容易討佢歡喜嘅。你真心真心啊，耶穌我需要你，耶穌就歡喜。你真心悔改，神就歡喜。你真心服侍佢，你做幾少都好，就算一個笑容，你而家同隔離一個有一個笑容好唔好啊？歡喜見到你。 嗱，當你有啲笑容，你話俾自己聽話，神喺天上好歡喜啊！嗱，呢個就係恩典。恩典，恩典係乜嘢咧？你任神一早已經愛我哋，一早已經愛我哋，任何我哋為神做，神都歡喜，係咪咁樣容易好多啊？但係好多人啊，哎呀，我祈禱唔夠長啊！嗱，的而且確係最長啲更加好，但係祈禱唔夠長，哎呀，死啦死啦死啦，哎呀，神都唔中意我，咁樣諗咧。
個個人都達唔達得到神嘅標準㗎，係咪？所以咧，話俾自己聽，我做任何嘢，真心為神做，神就歡喜。一齊如果宣告啊，我為神做任何嘢，我真心去做，神就歡喜啦。咁係咪容易好多啊？嗱，希望大家睇到真係咧，唔係難嘅。當人成日冇愛嘅時候咧，喺控訴成日，哎呀，成日都有人話你做得唔好，自己又哎呀，我真係好衰啊！嗱，我自己都有時諗翻啊，幾廿年之前講嗰啲唔好嘅嘢，有時都會諗翻。大家有冇諗翻有啲好耐之前，哎呀，講嘢咁點解會咁樣講錯嘢咧，得罪人咧，我哋都會諗翻。但係喺神裏面，神係完全赦免嘅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嚟到神第一樣嘢，輕鬆啲。神係好容易赦免嘅，你真心悔改得噶啦。神係好容易接納我哋嘅，神係好歡喜我哋親近佢嘅，神係好中意我哋做任何嘢，所以唔好喺控訴之中。大家有冇控訴啊？心中有冇控訴啊？哎呀，我做得唔夠好啊！周圍啲人就話：你又唔執嘢，你又唔做呢樣嘢，又唔乖又唔好啊！有冇啲咁嘅聲音啊？都有啊，但係咧呢個就係律法主義，係咪辛苦啊？但係其實神係叫我哋唔使咁辛苦。嗱，我為人祈禱咧，好輕鬆啊，因為話神一定做嘢咁。神一定祝福嗰個人嘅，咁啊心裏面咧就好輕鬆。啊，信咗主係咪一定充滿愛咧？我想問大家，係咪信咗主一定充滿愛啊？應該係，不過好多人唔係，係咪啊？你咪日日充滿愛，哎呀，神愛緊我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我係被愛嘅，係咪咁啊？因為哎呀，又要做嘢啦，哎呀，我又做得唔好啦，我服侍都唔夠好嘅，會唔會有時有呢啲嘢？嗱，呢啲係律法主義，成日都係控訴、指責。魔鬼是昼夜控诉弟兄，你做不做魔鬼 的工人啊？成日控诉人，又冇人工添，仲要受罚添。你想唔想做魔鬼的工人啊？千祈唔好啊！所以唔好控诉自己。嗱，缺乏神的爱好惨喎，有孤儿的心态啊，啊贫穷的心态啊，各样成日控诉自己啊，心灵忧伤添，好难得医治喎，同埋招惹邪灵，可以招惹邪灵嘅。好啦，饱得慈爱的人系点咧？輕鬆喜樂，耶穌愛緊我，但很多人不是咁諗嘅。你會真係話耶穌而家愛緊我咧？你會唔會真係相信咧？但很多人就不是咁問，佢點諗咧？唉，我都係有好多嘢做得唔好，我都係唔達標噶啦。神都唔會中意我，呢啲係次等天國嘅子民咧，次等嘅，有時會咁樣諗。但其實我哋個個都好寶貴，你同隔離嘅講，你好寶貴。你為耶穌做任何嘢，神都歡喜噶。你為耶穌做任何嘢，神都歡喜嘅。嗱咁樣咧就輕鬆好多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有啲人話：咁我喺邊度睇到神嘅愛啊？喺邊度睇到啊？咁我一齊讀黃色字嚇，一齊讀嚇。萬物聖經，耶穌的救贖，親近神，生活中嘅幫助。萬物，你中意食芒果啊、菠蘿啊？蝦啊、蟹啊，中唔中意食啊？各樣嘅食物中唔中意食啊？都係神特別設計俾我哋食，係咪啲味好唔同啊？係咪啊？真係種種食物佢都味都唔同嘅喎，你有冇享受啊？哇，真係好食嘅喎！你有冇享受瞓覺啊？啊，好享受嘅喎，係咪啊？飲水享唔享受啊？享受。享受，就算你深呼吸，嗱，你放鬆嘅人，舒唔舒服啊？舒服嘅喎，其實神做好多嘢係好好嘅喎。你睇到萬物周圍都好靚係嘛？我哋有眼睛可以睇到，其實萬物可以睇到神嘅愛，同埋我哋嘅身體咁好係咪啊？我哋有咁多想像力，同埋有人有感情，係咪好好啊？就算動物都有感情嘅喎，你養嘅動物都會同你有感情嘅喎。有感情係咪令到人生開心好多啊？如果個個都機械人咁樣嚇，淨係啊即係全無冇感覺嘅，係咪人生會好？好不同啊，係咪？但我哋感謝神，神係有感情，所以我哋由萬物睇到神嘅愛。我成日我乜嘢都多謝神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就算有時我哋有少少痛啊，邊度痛？咁耶穌當我唔痛嗰時候，真係走動好好。嗱，我感謝神啊，神俾我走動得好。其實我已經66歲啦，我唔使戴老花眼鏡。即係原來你行神嘅路咧，神可以咁樣祝福你。可以真係賜俾能力，有啲人40幾歲已經話：，不你唔使戴老花眼鏡睇咁樣嗰啲細節。我話唔使啊，多謝耶穌啊！即係我哋愛耶穌咧，神真係會好大嘅祝福。有聖經講好多神嘅愛，一陣我哋會睇一啲嘅。有耶穌嘅救贖啊，神嘅兒子為我哋釘十字架，
我想問你，你能不能要求特首或者什麼官員為你去抬嘢啊？唔好講犧牲啦，抬嘢得唔得啊？為你抬嘢搬屋，唔該你幫我搬屋啊，得唔得啊？唔得啊！你唔可以要求佢。但係我哋嘅神係真係好錫我哋，佢居然為我哋而死啊！你可唔可以要求一個人為你死啊？冇可能嘅。但係耶穌為我哋死，俾人拒絕，而佢係至高神嘅兒子啊，係全能神嘅兒子。即係我哋真係話有神真係非常非常之好嘅。好啦，然後咧跟住多親近神，就會經歷到神嘅愛喎。嗱，我想問下大家，呢度有幾個當你敬拜讚美，你覺得平安輕鬆嘅有幾個？舉手睇下。感謝神喎，即係原來神就會嚟祝福你喎。原來你讚美神，哈利路亞，讚美耶穌，哈利路亞。你的心就會平安喜樂的喎，原來神真係會臨在我哋身上，當你親近，同埋有困難，我想問呢度有幾個你困難嘅時候祈禱神有幫過你嘅，舉手。哇，感謝神！嗱，我都係，我真係有無數次嘅幫助，我感謝神，神嘅恩典好大喺我身上，我真係睇到好多恩典。咁我就神啊，真係無論邊一樣咧睇到神嘅愛，就算我哋睇呢啲嘢金屬係神造放喺度喺個泥土。在個地層那裡，所以我們能夠拿出來我們所有東西，其實我們的肉是從哪裡來的呢？是泥那裡來的，我們吃的全部是泥那裡，太陽生即是照那些種子，有那些種子吸收泥的養分，接著就供應我們一切的需要，即是我們一切有的都是神給我們。其實你跟隔壁一個握握手，你感受的手有沒有溫暖和有些舒服的感覺的，是不是？人的手有一種舒服的感覺，就是神造我們的身體都是非常美好的。感謝耶穌，我經常都是這樣的，耶穌真好。我今天見到他們經歷聖靈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我見到什麼我都歡喜快樂。哈利路亞，遍地滿了耶和華慈愛，是不是？見到周圍那些花草樹木真的很漂亮，那些食物真的很好，所以每一次吃的時候，神是最好的廚師，神最做最好吃的东西，多谢天父，感谢耶稣。神做没有爱，是不是？妇人依然忘记他是不是婴孩，念出他所生的儿子，即使有忘记我都不会忘记你。你妈咪有没有忘记了你，将你留在个街那里，在铺头啊，在个车那里啊？你有没有试过这里妈咪有没有留下你的 BB 在个车那里啊？死了，不知道是哪个的士，你放在 BB 在哪里，你会不会留下他啊？你有没有试过留下爷啊？有冇試過留低姐啊？有啊，但你冇留低 B B 喎，我哋會留低阿姐，就係神就係充滿呢種憐憫啊！神係充滿憐憫，我一齊對神有感情咁講：神啊，你充滿憐憫，你成日掛住我噶，你成日錫住我噶。嗱，希望大家有感情。我想問你，母親節嗰陣時候，當你諗到母親嘅好。你會話真係好，我唔係孤兒，會唔會咁諗啊？我哋感謝神，有個神咁錫我哋，你會唔會有啲感覺啊？有冇啲感覺啊？其實真係好喎，但係好多人咧就知道，不過唔係好回應。嗱，我想講俾大家知，點解聖靈咁大與我同在，係因為我真係好感激神，這個係最重要，同埋用個心靈，成個心靈去中意神，成個人就被神改變，神真係會臨在我身上嘅。感謝天父。動物都識得愛仔女㗎，係咪啊？動物識得照顧佢仔女，同埋神做啲嘢係咪好靚啊？花草樹木顏色真係好靚好靚。就算人嘅眼都好靚喎，咁有啲人話唔係靚，我唔夠啊邊個嗰個明星咁靚啊？不過其實你用佢比較，你梗係有啲靚啲，有冇路咁靚？但係你當你比較人嘅時候，同馬騮嘅時候，你會發覺人真係好靚。你看看人和狗呢，你真的發覺人真的很漂亮，你看看人和蚯蚓，你真的人真的很漂亮，是不是？感謝神，我們是很尊貴的，還有有飛的花，飛的花是什麼？會飛的花是什麼？蝴蝶，真的，是不是 有蝴蝶在花裡飛，是不是漂亮很多啊？還有走過的樹林有雀仔聲，是不是好很多啊？神就會令到周圍有動感啊，其實這一切神真的做得很好，而家天堂仲更加好添嘅，而家呢個地上咧，但係天堂最好嘅。好啦，嗱，我哋諗到神嘅愛咧，其中一樣我哋最直接經歷就係神點救我哋。喺聖經裏面咧，就
就係路加福音十章啊十九章十節，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。我想大家想一想，在你得救的過程，試過有幾多個人幫你，同埋神用幾多個方法幫你？嗱，譬如你諗到係一個人幫我，就一隻手指。有五個人或者五件事情、五個意念，神幫我就五樣。如果十樣就十隻手指。如果再多咧，就舉高兩隻手。嗱，大家諗一諗，有幾多個人幫過你？有幾多個意念神俾你嘅意念，用幾多個方法幫過你嘅？你就舉手。如果一就一啦，二就二啦。啊，如果係超過十個，你就舉高兩隻手。大家而家舉高，你幾多隻手指你就舉高。OK， 一齊俾我睇下。哇，咁多舉雙手喎，真係好多樣嘢，係咪好好啊？如果神冇救我哋，係咪落地要好慘啊？但係神救咗我哋，用咗好多方法。嗱，我得救過程好奇妙，但係我而家冇時間講，但係好奇妙。我希望大家都係話，哇！神真係用好特別嘅方法救我哋，呢個係出於佢嘅愛啊！係咪神一救我哋，即刻哇即刻女反應，好啊好啊咁啊，係咪咁啊？唔係喎。開頭好多時會拒絕喎，但係神會有智慧去幫我，呢個就係神嘅愛啦。然後咧，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，聖靈咧嚟到咧，卡記來了，就要叫人為罪，為有經文一齊讀啊，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自己、責備自己，就係咧聖靈會感動我哋。大家有冇犯罪嗰時覺得聖靈感動啊？提醒我哋有犯罪啊，叫我哋悔改啊。我想問下大家。當聖靈提我哋嗰時候，係咪即刻聽話？好啊好啊，聖靈話唔好嬲人。好多時候我哋話佢咁衰，點解唔可以嬲唔嬲佢啊？佢咁衰，我真係要點啊？掘下佢啦，整下佢啊，真係唔睬佢先啦，等佢知死啊嘛。係咪會有時會咁樣樣啊？但係神係會不斷感動我哋，神咧係好有耐性。我想問大家，你有冇試過俾人拒絕啊？你話啊，唔該你幫我，我唔得閒幫你啊，次次都係咁嘅時候，你過咗幾次，你仲會揾佢啊？唔會啊。但我想問你，神俾我哋拒絕過幾多次啊？喺呢個禮拜你犯過幾多次罪？神提你，你即刻回應，因為有幾多次唔聽話？喺我一生中有幾多次咧？其實一個平均嘅基督徒係有。千萬次或者更多的次數是不聽神的話，有沒有啊？這裡有沒有人是從來沒有試過不聽神的話？舉手有沒有啊？沒有啊，我都不可以舉手，我都試過很多次不聽神的話，但神有沒有放棄啊？我已經忍了你一萬次了，我已經忍了你千萬次了，你都是不聽話，神有沒有這樣啊？沒有啊，神都是很耐性，所以聖經講到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，我想問你，你周圍的人是不是柔和謙卑的？你頂得他幾次他是怎樣的？他就會罵我們的，發脾氣的，但是神是真的柔和謙卑，是不是很特別啊？我們的神是很特別，我希望大家看到聖靈這樣感動，是我們不聽話他就繼續感動，直至到我們改變為止。我自己呢，當我1998年嘅時候，我經歷聖靈嘅充滿係好大嘅改變。我老家安卡維喺阿根廷嚟到香港，我有按手祈禱，即時感受好大嘅電流、好大嘅能力，同埋即時好大嘅愛充滿我，感動到我不得了。嗰陣時我已經做牧師10年，但係我之前咧我都好多次冇聽神嘅話，雖然我有聽神嘅話，但係我都有好多地方係有甩漏。呢度我人係冇甩漏嘅。我係好多地方有甩漏，但係嗰一次當安卡羅為我祈禱，我經歷到好大嘅愛，我喊咗好耐，好感動啊！神啊，原來你可以咁樣嚟到我身上，我可以咁樣經歷你，我心就好感激，我就好歡喜神，我就又係用好長嘅時間祈禱，我話神啊，原來可以同你有咁深嘅關係，因為以前咧就係覺得神好遠啊。咁你後來咧，甚至咧，當我一用個心靈一祈禱，用個心靈愛慕神，即時咧啲喜樂就嚟嘅咯。即時咧，阿你都有嗰啲喜樂就湧流，但我亦都隨時可以冇笑出嚟，亦都隨時咧嗰啲笑容同埋能力湧過我身體，我真係覺得好好。並且我為好多人祈禱，當我一經歷聖靈幾日之後，有人祈禱，即刻神就使用我去祝福佢哋。你都可以嘅，你真心感激神、愛神，神就會使用你，
真係神咧，真係全世界有冇人好似神咁好啊？係冇嘅。我哋多次拒絕佢，我用個廣東話講。如果有個人你多次拒絕，佢都依然幫你嘅。你話有啲人話你乜你咁厚面皮嘅，你都唔要你，你仲要幫佢？嗱，如果用廣東話講，俗語講，好似耶穌好厚面皮，但其實耶穌係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佢隨時即時可以審判我哋，我哋即死嘅。但係神都係咁有耐性，大家會唔會感激神？我心真的很感激神，我真的很喜歡神，我成日我一行路搭車啊，總之我不是跟人一起，就算我跟人一起，我現在都是想耶穌，我一路講到一路想耶穌，我行路搭車就多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即是很多時候我都會一路想著耶穌的，那這個就是我很感激祂，我很喜歡祂，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，這樣的時候你的生命就會改變，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樣。神呢，知道139篇第五節，你在我前後環繞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神成日服侍我，咁何以見得呢？因為當我哋犯罪嘅時候，神都感動我哋，係咪啊？犯罪嗰時，佢都感動我哋。我哋親近佢，即時有平安喜樂，係咪神都係一路去感動我哋，一路同我哋一齊服侍我哋？佢真係喺我哋前後環繞我哋嘅。當你多祈禱，你係感受到神嘅同在，係可以經歷到嘅。佢成日不斷服侍，同埋神嘅愛咧係開心嘅喎。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，好容易記得呢卷書咧，係即係好多人唔認識嘅，就係、是、小先知書嚟嘅。但你好容易記喎，廣東話幫你記啦。西就西營嘅西啦，番就番鬼佬嘅番啦。西番雅書三章十六節，記唔記得？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，呢個三章十七節講到咧。神咧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我想問你，有冇人見到你就好開心㗎？一見到你就開心開心快樂，多唔多啊？多啊！咁你梗係好幸福啦，你梗係好多好嘅朋友。但係多數人有冇？哇！你一去到地方過去，哎呀，好開心見到你，有冇咁嘅？多唔多啊？有啲人有，但係有啲人真係冇乜㗎。有啲人問佢：你有冇個真朋友呢？真係你冇曬錢，有人肯借錢俾你咧？有時有啲人真係我都唔知邊個肯借錢俾我，同埋默然愛你，會唔會默默地愛你？我感謝神啊！我太太咧，佢係成日都係對我非常好嘅。呢個咧就係我太太嘅相啊！我啲手機全部都有佢嘅相嘅。呢個又有啦，袋裏面有個手機又係都係有佢嘅相嘅。就係咧，佢有時瞓覺嗰時咧，我。因為佢聽朝佢朝頭早好早起身嘅，咁佢咧就會有時咧望住我喎，我話你快啲黑埋眼瞓覺啦，佢話俾我望多你一陣啦咁。佢真係會好時時都係好愛我，好關心我。如果我有邊度俾蚊咬咧，佢第日會 check 翻睇個蚊咬嘅蚊爛咧有冇走咗，仲走咩要查膏嘅，佢會日同我檢查我嘅身體睇有咩有啲咩需要照顧嘅。尤其我去完宣教之後，佢真係默然愛我嘅。但是神愛我更多，神愛你更多啊！神愛你更多啊！你一起說，神愛我更多啊！神成日默然愛我們的，且我們喜樂而歡呼，哇！所以每一次你愛神呢，神哇祂愛我啊！神呢是很高的智慧，很成熟，但神都是很單純，這個神的特質。所以這裡講到祂是喜樂而歡呼，神有一個很單純的神，當你真愛神，神就會喜悅和紀念。我自己是有很多印證知道神喜悅我，這個我不是誇耀，我完全是說當我愛神，神一定喜歡。其實神揀選我的時候是我軟弱的時候，不是我夠好的時候，是我軟弱的時候神揀選我，神祝福我、改變我、更新我。而我當我被神去更新的時候，1998年的時候，我真的說神啊，既然你這麼愛我，我真的回應，我就全然的回應，真的整個生命給耶穌。其實我已經66歲，如果70歲退休都不是太早，是吧？但我說不濟不濟，神啊不要啊，70歲太少了，我只有4年，我很想更多祝福人。如果你80歲我都覺得不行了，80歲我一定想做多一些，如果好像摩西最好了，120歲，即是總之我能夠祝福更多人，我心是真的這樣。我真的覺得神很好，所以我盡量去做神要我做的事。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回應神，神一定歡喜。神給我很多印證，我簡單說的目的是什麼呢？是完全都是神的工作，還有告訴你，你都可以有神的印證。
我有十個人是未見過我的時候，他會發夢或者異象見到我，跟住我就會去那個地方宣教。其中一個呢 在南非，你上網找南非楊業牧師你就會見到的。那他呢就發夢呢，他就被人追，很害怕很害怕，跟住就見到去了間屋那裡，見到一個中國小朋友。他說南非不是很多中國人，他發夢從來沒見過中國人，他就見到小朋友，跟住敲門叫他入嚟，俾他入去，跟住入去見到一班中國人喺度祈禱，跟住我就出現啦，我就同佢講喺個夢中話，你想我為你祈禱啊？咁佢話好啊咁，跟住我一掂佢一按手，佢就即時充滿喜樂同埋愛，跟住咧佢醒啦，醒嗰時仲喺度笑緊，哈哈哈哈！但嗰個夢一開始係驚嘅，係俾人追嘅。我去到嘅時候，佢就話俾我聽呢個個夢。嗱，啱啱前冇幾耐，大約過幾禮拜，有一個人就話俾我聽。他說呢，之前呢，因為他回來我們的聚會，很久之前他認識我的，他回來我的聚會，我就為他祈禱，接著他就看到我去非洲的影片，看到小朋友在那裡，他就在那裡看的時候，看完很感動，接著聽到神的聲音跟他說，你要奉獻支持祝福這些肯亞的小朋友，我就會大大祝福你，並且你要同幫助葉牧師的事奉。他就告訴我，咁佢話好，我願意，神啊，我願意。跟住有咩事發生呢？佢係賣屋嘅，佢賣菲律賓嗰啲屋。佢話咧以前係好難賣嘅，但係佢喺22日賣咗5間屋，22日賣咗5間屋。跟住咧佢話俾我聽，咁啊佢話聽日嚟分享，我話你聽日嚟分享啦。咁咧佢話嗰晚第二日嚟到，我前一晚我又賣多間，賣咗6間喎。跟住分享完咧，過得唔知一兩日咧，佢話俾我聽，我而家又賣多咗間啊，賣咗7間屋。是很短時間之內呢，即是我們真的看到神是會有印證，當人聽神的話的時候，神是知道的，神是知道誰愛他的，神知道你愛他的。我希望你會說神知道我愛他，所以我很專心愛神。我說這些不是誇耀，不是我的好，是神的好。我希望大家都真的很喜歡我們的神，哈利路亞。好了，我這裡跳了。聖經警告不愛主的人，林前16:22，若有人不愛主，這人什麼可做可就。聖經一方面告訴我神多好，其實呢愛神是很簡單的，你愛得不夠，你神赦免我，幫我愛多一點，神就歡喜了。神是很容易討句喜悅的，你做得不夠好，你求主赦免就可以了。但是有些人真的不愛神，他們踐踏耶穌，他們否認耶穌，他們不要耶穌，拒絕耶穌的時候呢，是可做可就。所以呢，我們不要，有些人信耶穌怎樣，耶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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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麼，我要錢，我要老婆，要老公，要錢，要屋，要大屋大車，什麼都要。我希望大家不是只要，如果你的子女經常都說啊，我要啊，我要啊，我要買什麼啊，快點買給我啦，啊，我結婚了，你買間屋給我啦。有些子女會這樣，會投訴啊，父母我結婚你都不買間屋給我。這個呢就是整天都是要，但是當你真的愛神的時候呢，神是一定知道，神一定祝福的，同埋冇得走雞的。如果你養個雞咧，我唔知道你會養個雞啦。夜晚佢唔會走的，佢會翻屋企嘅。你知唔知呢樣嘢？佢會翻屋企，佢會。我見過一個地方咧，嗰人養雞咧，佢嗰度門閂咗，佢喺個門口突突突突突突，要佢開門俾佢入翻去瞓覺。即雞咧係會認得翻邊度翻去瞓覺。而我哋喺神裏面係冇走雞，神係察看人肺腑心腸嘅。並以照我們的行為報應我們，所以我們沒得走雞，最好就是愛神。那怎樣回應神的愛呢？我們一起讀黃色的字，知道、相信、堅信、經歷、享受、激勵。就是我知道神愛我，這是第一。很多人都知道神愛世人，但是第二步，我相信神真的愛我的。第三，在困難的情況都相信。很多人一被人炒魚，哎呀神都不愛我的，被人家撇甩了，不要他做女朋友男朋友了，那就立刻神都不愛我。但其實不是的，那是人的問題，那個人不愛你，不是神不愛你。那的時候呢，我們都說什麼環境我自己在困難中我都深信神愛我。還有呢，當你親近神，你經歷到神更多，時時讚美耶穌，感謝天父，神的愛和你一起，你就越來越經歷到神的同在，還有你可以享受。我想問大家，你吃東西會不會享受啊？會的，不過有時都會吃了，哎呀，隻先都沒有留心那些味，是入口那一下嘗了，跟住之後又不記得了。但是你試一下吃東西的時候享受，啊，神做的食物真的好吃。第二，
一路祈禱嗰時有平安，多謝耶穌咁好。咁樣咧，你就享受神嘅同在，同埋被神嘅愛激勵。我自己真係完全嘅神啊，我願意完全跟曬你。我處理任何嘅罪同埋負面思想、負面嘅情緒，讓我完全俾神用。如果你俾人救過，你會唔會忘恩負義啊？因為你會好感激佢啊。其實我哋唔係只係救我哋脱離水喎，係救我哋脱離永遠嘅火啊，永遠嘅地獄係好大嘅恩典啊！耶穌咁每日服侍我哋，我哋會唔會感謝佢咧？日日服侍我哋。如果有個人好愛你，譬如你當你未結婚嗰陣時候，哇！有個人好錫你，好中意你，你會唔會哇好興奮見到佢咧？會唔會啊？但係我哋嘅神比任何人更加愛我哋，係咪應該更加愛佢咧？但係好多人咧係冇乜反應嘅。我希望大家，你諗到你嘅食物，諗到神點樣感動我哋，諗到神點樣改變我哋生命，我哋就時時都感激神，同埋神俾我哋有呢個永遠嘅住處喺天堂係極。極度美好的，那你就真的感激神，而且整天深信神愛著我們。這裡我講出這個鎖匙，怎樣更加經歷神，就是聖經裡面講到神是個靈，所以拜他的必須用什麼心靈和誠實去拜祂。而靈魂呢，又包括靈和魂，魂呢就包括什麼呢？一起讀三個詞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就是整個思想去相信神是最好的，我是完全我的思想完全相信神是最好，还有我的意志决意跟从神，还有我跟他有感情。很多人呢跟朋友很有感情，但是呢跟耶稣未必很有感情，但我真的我日日夜夜我都想着耶稣，我一醒我即刻就会想着耶稣，我即刻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爱我，哈利路亚，我成日都是有这个状况。这样的时候呢，神一定很欢喜，就是首先即是怎样更加用个灵魂来到爱神呢？我们用个图就是这里，第一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完全的享受神、喜欢神。现在不懂得动，还有呢个灵是我找到的经文呢，诗篇103篇，就是凡在我里面都称颂他圣名，就是凡在我里面全心去爱神，整个心灵去爱神，全心全意爱神。当你日日咁做，你慢慢你就会越来越经历神嘅。嗱，我示范俾你睇，你嗱呢个即系我用个方法外面俾你睇到，其实我唔使用呢个方法嘅，我喺里面做已经得嘅。但我示范俾你睇用外面。啊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，即系喺个心灵发出啊。咁你试下日日都咁做嘅时候咧，你就更加容易经历到神嘅。咁神咧俾我呢三种嘅祷告系可以帮大家同神嘅关系。一起讀啊！恩典的禱告、敬拜的禱告、互動的禱告，就是怎樣呢？恩典就是神愛緊我，這個是事實，神陪著我，神跟我一起，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，經常都宣告相信，這個很重要。因為很多人經常覺得自己沒用，但神不是這樣看的，神看重我們每一個。你跟隔壁都說神很看重你的，神很錫你的，即是我們日日都宣告神愛緊我們，咁咧就會開心好多。好多人有低沉，點解呢？因為佢覺得冇人錫佢，但係神係錫我哋嘅。第一，第二咧就係敬拜啦，愛慕神，多謝天父，感謝耶穌，我歡喜你。我用一啲字眼咧，好多人祈禱未必用嘅。我歡喜神，我中意神，我掹住耶穌，我靠住你，我依賴曬你，即係我會用一啲字眼咧，係好多人未必用嘅。但係我真係話，我用任何嘅方法，耶穌，我中意嗲下你。多謝你，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，會嗲下耶穌，耶穌我嗲下你，攣下你，同埋互動的祈禱。我這個祈禱的時候，神一定歡喜，因為聖經話了的，我們親近祂一定親近我們。又有人愛主，專心愛祂，詩篇91篇你回去看，詩篇91篇你，因為祂專心愛我，我就要搭救祂，我要聽祂的禱告，我要祝福祂，我要將祂放在高處，我要叫祂成為尊貴，是很好的，神一定知道。所以你一路祈禱的時候，你說神現在很歡喜，這個是讓我們有信心的。信心是什麼呢？我根據神的應許相信祂是這樣的。聖經耶穌很多時候讚人就讚什麼信心，這個那個迦南的婦人和那個百夫長，耶穌讚他有信心，就是他相信那個法利那個這個婦人，他就相信什麼呢？他相信神都會給一些稅債給我們的，咁佢就咁相信，耶穌就話你嘅信心係大。另一個百夫長就係
你一句说话你就救到我的仆人了，他就是相信神是有这个能力。我们忠实神的应许，神是很喜欢我们亲近他，这个圣经挂了嘛。咁咧呢個互動嘅禱告就其實呢個互動禱告同上面加埋一齊嘅，就係、是、你一路讚美神，一路愛神，神而家好開心啦。咁樣令到我哋祈禱有信心。我祈禱嗰時成日都話過，神而家愛緊我，中意緊我，神好歡喜我親近佢，的而且確係真嘅。不過好多人祈禱就唔係嘅，佢話神啊，你喺邊度啊？呀，你見咁耐都唔幫我嘅，有好多麻煩啦，快啲嚟啦，就冇信心啊。我哋更多相信神真係親近我哋。呢三種祈禱可以更新你嘅生命。大家專心啊，專心喺神。